们都希望他精神精神平平安安，所以就叫金安。你这也太复杂了，我觉得如果二月份出生就要二月，三月份出生就要三月，这样推下去多简单。你这个太简单了，不然我觉得今天可以和我们分床睡了，都让他打了。是啊，而且马上又有小宝宝了，到时候太挤了，应该跟他商量一下，让他去睡里面个房间嘛。嗯，哦，还有小宝宝也可以给他想名字了。这个还早了嘛，慢慢想。姐啊，今天晚上你自己去睡里面个房间哈，你现在长大了，不能一直跟大人睡啦。但是我害怕呀。怕啥子嘛，就算我们隔壁，你一直跟我们睡，小朋友都会笑你耶。那我跟你们挤睡一个房间，我挤你打地铺在地上睡。真是个胆小鬼。不然我们直接放在楼上，我包个种子。就在之前那天啊，他会去哪天哦？我找过不在啊。不会是又遭老鼠来吃了吧？收在箱子里面，老鼠咋个吃得到哦？咦，不要讲，我们本地老鼠凶得很嘞，一讲它又来。前两天经常说想吃爆米花，我来打爆米花了，在那个袋子里面，你们要吃就拿去吃嘛。哎，天天嘞，一回来就晓得捣乱。现在又拿到哪里摘耶？不得事啊，那天不是还有几大串了吗？那个包不好啊。喂，我去表嫂家找的包谷种子，拿来摘嘛。可以，还你吗？啊。喂，我这几天肚皮好痒哦，一直想去抓它。不要抓了，一抓就痒，到时候还会长斑。这样你还真的自己打地铺睡啊？对呀，我现在确实长大了，确实要自己睡了，就是有点害怕。不要来帮忙，要不然你要吃了。臭兮兮，我才不整哦！不要，我马上要整饭吃了，早点回来吃饭哈。好。喵，吃饭了。你们先吃嘛，我不饿。你妹妹回来。啊。多给她留一点嘛。够了，她一个人吃了好多。妈妈，你牛茶给娘娘没有？牛啷牛？活活不干，现在吃饭的时候还不积极，都吃光光，一点都不要留给她。不要，就要留一点给娘娘。给爸爸已经留了，快点来吃。金阳，过来看娘娘给你买了啥东西。哇，娘娘这是什么东西哦？哦，你买啷东东啷重哦？给金阳买个小床。哟，这个床装起来还可以。必须啊，你也不看到哪个买的。爸爸，你到底想好给妹妹取什么名字没有啊？我想好一个名字，
嗯，我们都希望他精神精神平平安安，所以就叫金安。你这个也太复杂了，我觉得如果二月份出生就要二月，三月份出生就要三月，这样推下去多简单。嗯，你这个太简单了。嗯，我觉得小可爱。小可爱肯定不行啊，隔壁叔叔就要小可爱，这样冲了嘛。我叫他小乖。小乖，乖，这个还不错哎。嗯，男人这样子，喜欢求知心如海。我随便洗下，我要去送水啦。送哪水嘛？你没看柴子烧那么热啊？那是因为捡柴子呀。家里面帮忙做，柴子烧你看不到是吧？那你去捡啊！太阳那么大，你要窝在家里面烤火。马上要过年了，不去送水多找点钱，到时候哪里有钱过年嘛？过年早了嘛？他说来说啊，看见不准去。幸福就像花期开的听不到了爱情留在秋天如此叹息秋月的天气下起大雨慢速回来啊还嫌贵雨后的花散落一把它做成书签藏在人间时光中的往事鲜艳褪去超重啊你看这种环境来干嘛来下一个我们之间的爱情啊像空气而我依然承受不起任往事在心里不停的堆积如果你不懂珍惜思念会过期我们之间的爱中的小空气越想逃离却越沉迷我回忆太拥挤我无法呼吸只能拥抱着空气假装那是你你还可以嘛？还叫他捡柴回来？结束费好多钱？八十多。哪个保管？哪个保管不一样嘛？你看那女管家嘛，那不是男当家嘛？看见了？你还要去哪？你今天放学啊？今天今天在学校吃了好东西啊！对啊，很多很多东西呢，有些我都不知道啊。刚刚回家给你个惊喜。好，今天晚上想吃哪的？想吃油炸吧。妈妈回家给你吃洋芋粑粑，吃好不好？嗯，好，谢谢妈妈。不用谢。却越沉迷因为你太拥挤我无法呼吸只能拥抱着空气假装那是你幸福的这玻璃看似很美却无法触及也许擦肩而过的你妈妈我要做你妈妈自己做一种痕迹在我生命里我们之间的爱情的小客气而我依然承受不起念往事在心里不停地堆积如果你不懂珍惜思念会不会我们之间的爱情的小客气那我去给你煮吧越想逃离你怎么不吃洋芋啊而回忆太拥挤我无法呼吸只能拥抱着空气嗯要回家过夜妈妈你好哇苹果哎快请大家给我来
谢谢金瑶。